9月28号更新的新版本上图，很多 UP 都复读过新版本内容了，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读了。孟获加强了，当天晚上很多三战群讨论，和第二天很多 UP 主也发视频讨论此话题，讨论孟获加强了怎么样。主流声音是这个黑科技能完了，对此我保留自己意见，我抱有怀疑态度。我的观点是，加强了固然加强了，但是够不够强那是另一回事，强不强还是未知之数，孟获单个人一定不行，三蛮像兵长蛇可能行。对于我的观点，我做出以下论证。首先我们需要找个参照物，参照物我们选择乐镜，原因有二：一，因乐镜伤害稳定和计算公式简单好计算；二，因他们两个攻击力面板极其相似，请看下图。经计算，45级乐镜攻击面板为175，谋略面板为87，统帅面板为157。经计算，45级孟获攻击面板为175，弱智程度为68，统合攻一样175，统帅谋略正负20，差不多对等了。此两点为我们对比的理由。下面开始对比。首先我们计算一下孟获的期望，因为是本人手动计算，本人也不会使用计算机设函数来计算问题，所以就只能一步步手算。以下是本人计算公式，分别是三回合时孟获的伤害率期望和四回合时孟获的伤害率期望，有错请纠。前三回合孟获自带技能输出期望498，加三次普攻，而乐镜三回合自带技能总输出稳定900。前四回合孟获自带技能输出期望687，加四次普攻，而乐镜四回合自带技能总输出稳定1200。本来还想计算五回合，但是手算五回合概率期望太麻烦了，所以我放弃了。但是并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游戏输出是受血量影响的，所以越早打出伤害，把别人血线压低，别人输出就会下降，无形之中相当于对自己是一种减伤保护。为此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后期的队伍，他的输出巅峰也不会是七和八回合。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后期输出队伍，例如太尉盾的用五通神纸面数据是在第八回合是最高的，但是实际上四六回合才是最高的。总结得出，每个队伍的 C 都有自己的输出曲线，每个输出曲线都有一个巅峰期。我们都知道快攻队的输出巅峰期在一回合和二回合，慢速暴力队的例如神兽弓，例如群弓，例如五虎枪，他们输出巅峰期可能在两三四五回合，其实依靠五回合都已经很少了。即使是输出巅峰期最靠后的太尉盾，他的输出巅峰期也是在四回合和六回合，而不在后面。这里详细说一下为什么四回合六回合。四回合是士别三日和用武通神同时爆发，六回合是英式狼顾和用武通神同时爆发。经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新版的孟获伤害期望和乐镜这位稳定刮痧师傅对比相差不多，而乐镜的白板有多拉胯众所周知，游戏里我们都叫他刮痧师傅。即使前面版本加强过一次，同时那个版本也出了士征先父这个一看就是专属于他的天赋技能，但是依然没改变不了我们对他输出刮痧的坏印象，尤其是白板乐镜刮中之刮。此方面看我的观点是，孟获单单这个技能基础数值其实并没有增强到能在 PK 赛季这种强度的环境下对抗的程度，在 S 赛季这种强度确实够了，让这个武将从不能玩变成能玩。但是做人说话留三分，虽然经过计算前四回合这个技能处伤害率不高，但是七八回合这个技能发动率是很高的。以上模拟的情况是建立在战局不被拖入六七八回合的情况，一旦战局拖入七八回合，再加上下文讲到的残血拼刺刀的高额增伤，打出高额输出反杀对手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也不敢说满三蛮兵这队伍一定垃圾了，战场上总有运气局，每个赛季不同的剧本也总有一些奇葩技能或者效果，例如和三蛮这仨弱智很般配的战法长蛇阵。你们想象一下，象兵加长蛇加军民或御敌屏障减伤有多恐怖，象兵因延迟结算减伤率分别为 37% 或 24% 或 10%， 这里说明一下，往往最后一次结算减伤是算不上的，死了或平了，对局结束了怎么结算。我们象兵减伤取 30% 这个平均点比较合理，但是三蛮的象兵减伤很夸张，减伤一半的一半，减伤率分别是 42% 或 33% 或 25%， 三蛮象兵减伤取 37% 平均点比较合理，长蛇阵减伤平均 30% 多点，御敌屏障 25%，
这一合计下来，减伤突破封顶上限的 90%。 你觉得拖到六七八回合很难吗？以这状态去撞神兽攻状态位盾，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另外有个东西可强可弱不能衡量，没有广泛的战报，理论预测很困难。那个 15% 的小增伤基础面值很小，但是官方说最高能打恐怖的 80% 增伤，这个就很夸张。这个增伤是强是弱真不好说，能按改空间也很大，需要很多实战才知道效果，无法分析预测。如果后面三满很强回来打我脸，估计就是这个地方我出问题了。你想想嘛，死几百兵就增伤 60%， 和几乎快死光了才增伤 80%， 差别很大的呀。文字上这方面一点没细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增伤不是 100% 发动的，三蛮发动率是 60%， 意味着孟获只能玩三蛮，不然技能废一半。同样的，象兵的高额减伤也很依赖三蛮，这样便更加决定了孟获只能玩三蛮这一道路。现在就可能有朋友不耐烦了， UP 你搁这儿分析这么久，又说技能数值不行，又说三蛮减伤恐怖，又说增伤不确定厉不厉害，好像又行的样子，说这么多有屁用，给个准话吧，到底孟获能不能玩？下结论了，孟获单个人一定不行，玩三蛮像兵长蛇可行，因为这对其中两个技能都很吃蛮族人数，必须三蛮，而玩三蛮就离不开长蛇阵，因为这个高额减伤很重要，此三者缺一不可。